加速上非常汤杯的赛事，中国对丹麦一个小组的比赛。这是第一单打的赛事。那刚才第一局的比赛呢，世界排名第一位丹麦的球手小皮特以15-3轻松的比分先拿下第一局。刚才从这个第一局来讲呢，小皮特打得非常秀，那么主要跟着他从速度上面非常快，那么基本上就压住孙俊在打。那么作为孙俊来讲，好像这个今天这个状态哦，好像有点，那么特别是速度有点跟不上。在这种情况下呢，失误也是比较多，所以呢，还是第一局呢是3-15，可以讲这个大比分啊。是。看看这个决赛是呢，孙军会不会有更好的表现？今天看着小皮特的确是打非常积极，而且呢，在手上的感觉也是很好，非常的好。那么这个球呢，小皮特这个网前质量是非常高，孙俊靠准备也是网前回击，这个球回得很高，但是没有过网，小皮特呢把手伸过去打了。嗯，但刚才这个球呢是被裁判判的小皮特的球拍是过网。球呢还没有过对方的场区呢，他小皮特呢已经是出手去回击刚才的球。那从小皮特这个技术掌握来讲，确实非常强，后场那个杀跟吊啊都是非常凶。那么他还有个就是往前球的处理，也许是刚才大家看到的，而且勾对角的球啊，掌握的也是非常到家。那么从现在这前面这几个回合来看呢，就是说小皮特还是占住了这个场上的这些主动权，整个进攻的气势打得也是非常好。而且今天来说呢，他失误几乎是没有，对，每个球呢看看他质量都非常的高啊。嗯，好球。小皮特这个往前错球的时候呢，资讯基本上能够判断出来，所以就是基本上能够提早的向前，来扑这个球。0-1，孙俊发球。那现在来讲呢，作为小皮特，他处于顺风这个场区，所以呢，他对于这后场球可能还是有很多这个顾虑，所以他抢网呢也是比较多。那么作为孙俊来讲呢，这个队员呢也是他脑子也是比较灵，所以基本上这人呢，整个位置呢也在压着前场。1-1。所以作为小皮特也是很少进行一些高球，基本上是吊球。这样呢，就是说限制了他这个像第一局里面，就是说通过后场全场拉开，那么寻找机会进攻这么一个打法。那么现在来讲，他基本上是以吊球控制往前来争取一些主动进攻的这种。那么这样毕竟呢，在往前球呢，作为孙俊来讲呢，也是注意到的，所以呢，孙俊整个抢网的速度也是相对来讲快速。嗯，刚才呢，小皮特在扑球的时候呢，打到了孙俊的身体上，那他也是刚才向孙俊示意，抱歉一声。刚才孙俊的回球是刚好落在长区内，夺回了发球权，2-1。现在来讲呢，小皮的这个整个就是说拉吊的速度相对好像是放慢了。哇，哦，好球啊，底线射界。对，这个球呢也确实来讲，孙俊从网上掉下来的一个球，那一般呢已经成为死球了。那小皮的也是非常顽强的上去啊，把这个球啊从勾过对角而去。今天这场比赛呢可以说打得非常高水平。对，那毕竟两位选手都属于世界第二号的排位。对，3-1。而且看见刚才小皮特的脸部表情呢，
可以说他也是非常的享受这场比赛。那么从现在来讲呢，小皮特还是有对于后场顺风的这种心理还是有点顾忌，所以呢整个就是说压后场的这个速度啊他已经有点方法，虽然他其他速度各方面来讲还是正常，但是由于缺少了这个底线球的控制，所以呢他呢整个节奏啊就有点放慢。那么这样来讲的话，对于申俊来讲应该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机会。那刚才画面上看见是中国队的教练李毛，他是负责的中国队的。哇，这个网前球确实是非常到家。嗯，回球半场，让小皮特呢在一个强劲的扣杀。他这个网前球错的呢，就是说他这个走的路线是往上走，而直线的往下掉。那么这样呢，推一个球，如果你这种球除了你唯一的就是能够上去能够快的扑这个球之外，其他在下手打的话，确实很难处理这个球。2-3。哇，这个。线是拉得非常开，那么他这个底线控制好以后啊，他有机会啊。这个因为孙俊过来的球，这个球呢是属于半场，这小皮特呢抓住了这个球呢，就利用一个头顶吊对角，那这个吊对角的质量确实是非常高，刚好是贴着网下来，那么打的这个球呢角度非常近又很边线。3-3。这球是刚刚出界，小皮特反超前4-3。那么现在来讲，小皮特还是后场进攻的机会抓的还是很多。哇，漂亮！小皮特今天确实打得非常火，那么他是整个就是说利用控制底线以后啊，利用他的头顶吊对角和正手吊对角来起的，就是说起到关键作用。那么这个呢，就是创造了很多就是那个向前就是说上网错球的机会，而且直击扣杀。来提升5-3。可以说呢，今天的孙俊状况确实不是很理想。对，而且每一个回球的可以说呢，都是回的质量不是太理想。他由于这个速度上面已经有点跟不住这个小皮，嗯，所以呢，这个呢就是如果是你稍微在移动上面出现一点点就是说慢的情况下，那么你这个回球的质量可能都受到很大的影响。6-3。那么作为小皮特现在这段时间来讲，他的底线控制又多起来了，那么对于后场确实他的控制也不错。哇，这个上网一个推平压球，那么作为孙俊来讲，对于这种球好像已经根本现在已经无能为力，来不及了。对，那可以说呢，以小皮特他这个身高加上这种快速的移动，可以说呢令孙俊今天打的是一分力。也就是说从孙俊的这个选手来讲，今天就是说整个速度还是加不起来，嗯，那么可能也是状态不是最佳的情况，因为他从他现在来讲就是说他因为有很多球他是可以比较自如的接的，在平时的话今天好像他整个速度上面跟不住，那么跟不住呢就是说整个由于速度上面慢了半拍，所以呢他出球的质量跟有些挣扎球就需要救这种难度大的球的能力好像显得很差，嗯，而且那个失误也多。对，那刚才这平高球呢压一个对角路线，可惜球也是出了边线外。8-3。现在来讲，这个局势来讲呢，对小皮特来讲是非常有问题的。一个呢他是状态比较好，那么作为孙俊来讲现在根本还没有找出一个打小皮特这种能力了，那么因为他这个速度加不起来，你不可能有
就是说在比赛当中啊，有战术上面的变化。那现在在孙锦来说呢，是能够尽量去寻找这种进攻机会，但反而呢，看见小 Peter 呢，他今天这种的进攻能力的确是非常的凶的。8-3，好球，球也是刚好落在长区内，再次投杀出去，3-8。那么如果不是在速度上面压住的话，像孙俊这种选手来讲也是很难，就是说很随意的失误。由于这个速度比较快的情况下呢，他有点闲的一个来不及的这种情况下。出界。4-8，孙俊继续打球。哇，这个球太棒了。他吹逆风发得非常高，那么这个球太高的话呢，可能也就受到气流的影响，对，所以呢这个球就不往前面走，所以这个球也显得棒长。那对于这种球来讲，小 P 的个子那么高，一个起跳的话杀球的优势是非常大。他刚才接发球那一个推中路，男单的教练羽毛，刚才好像场区是有点汗水滑了一下，影响了这一启动。那么也可以讲，就是小 P 的这个吊球啊非常到位，基本上就是在线的旁边。对，哎呦，这个球是好球。小 P 的确实来讲，对这个顺风啊掌握的还是对的。虽然在前面几个回合里面他还有点小心不敢打，那么后面通过一段时间也熟悉以后啊，他对后场的控制能力非常强。哦，好球。刚才这个球呢可以说也是回得不够后，让孙俊呢抓紧了这一机会，又突进这一脚步线。通过往前以后，马上一个突进，对角入选。小 Peter 的回球不够后，4-9，孙旭能发球。快说的平衡的。现在这个人比较高，所以如果你回球的质量如果没有过人，不是很那个的话，确实来讲很难过他人。所以呢，他这个反击起来这个是非常危险的，有危险的。9-4。第三拍出现了失误，往前的回球。孙俊言夺回了发球权，4-9。小 Peter 这个头顶起跳杀对角啊，确实威胁是很大，但是他这个可能要求过高了一些，所以呢打下完了还比较累。5-9。好球，漂亮！头顶区的一个轻吊对角路线，这个球呢质量非常高。刚好这个球呢，小 Peter 也是没有提防。那么从这段时间来讲呢，孙俊好像在速度上面好像要比原先要稍微要加快了一些。对。那毕竟呢，看见今天呢，小皮塔的球呢，的确是非常的凶狠。对，这场球可以讲小皮的发挥的水平可以讲是比较完美。那么现在来讲的话，小皮的这段时间的失误率呢，也是增加了不少啊。
这样呢可以讲给申俊呢也带来了很多机会。那看见画面上呢，丹麦队的女队不仅在为队友们打气，6-9，出界，已经慢慢的把比分赶了上来，看看有没有机会申俊，只是差距2分，7-9。刚才这球呢，小 Peter 一个反弹后场球呢，这球射出了后底线。那么如果这个球过去的话已经有很大的危险，因为他带着一个假动作，好像像扑球似的，突然一个放动作，然后一个放网。小皮特夺回了发球权，9-7，已经2分。质量非常高，那么也就是说作为一个运动员来讲，他这个现在这个水平发挥啊，就是说也是阶段性的，那么小皮的这段时间好像是有点不太理想，那么他的失误率也是非常高啊。对，哇，这个勾对角难度非常高。这球没办法，被动的回球，跟随着回球呢已经是让小皮成了可以说是得到一个很好的机会，看看这往前勾一个对角路线，这个球呢，小皮特已经赶到，双脚起跳，头顶区的一个破杀。哇，这个好球！的确非常凶狠。对，他这个后场这个就是头顶杀对角，确实来讲是非常有威力。对。那么他这个因为身高嘛，他所以这个球一般的球他已经能够。已经能够打到了，一般的人可能没有那么高级打不到，像孙俊他必须要起跳才能够打到，他已经伸手打到了。还是自己的失误。11-7，因为其实相对来说呢，今天的小 Peter 每一个回球呢这个质量都非常好，可以说是非常的到点，那相对来说呢也是加强了申俊每一个回球的难度。对，那么实际上就是小皮特在前一段里面呢，也就是说往前过分的多了，对，那么就是没有调动开申俊的两底线，就直接就强往。那么这样就是说申俊呢在往前的意识呢加强了以后，加强了一些速度以后呢，反而对小皮特呢就有点不利。那么这段时间呢，小皮特还是通过推两个底线以后，孙俊好像现在就特别是他的防守啊，连连招手。12-7。好球！孙俊这个是防守一个假动作的一个，哇，他也是一个假动作。那么双方来讲，对于场上的这个控制能力是非常强，都是利用假动作来使对方受骗。那么因为他们这个是训练有素，所以腿部力量非常强，虽然是我在判断上面失去了，但是我可以利用腿部的力量来挣扎，能够危机到这个球。好球，漂亮，通过了往前刚才的一个推后底线波时呢，小皮的回球不够质量，伸进跟进往前的一个扑球，去慢镜头，这个球呢推的质量非常好，也是替自己创造了很好的机会。刚才马上呢小皮特的一个进攻有得手，夺回了罚球权。哎呦，小皮的一个放网以后呢，孙俊要重复放网，这个放网的质量实在是太差了，高球。那可以说呢，今天的小皮特通过往前呢，替自己创造不少的进攻机会。对，那么他主要一个呢，还是在于速度上面，整体速度上面比较快一些。对。那么基本上压住孙俊，那么可以讲他就是说在一局和到现在目前为止，就是说中间曾经出现了一种失误比较多的情况下。
那么现在可以讲这口气又缓过来了。看他今天这种的时间脚步，可以说呢，往往能够呢到达这个最高点，令自己呢这个出手呢有好几个这个出手的时间。基本上他就是说刚好到这个位置可以打球了，对，那是很顺的一个。那么不像孙俊就是处于就是比较被动的这么一个局面，那么他可能失误率也增加了。那么这一段虽然孙俊的相对失误要少一些，速度呢也增加了一些。看孙俊的机会，8-13落后。小 Peter 的主动失误，9-13。羽毛。队的教练，南麦队队友们都在替小 Peter 打气，只剩下两步，小 Peter 就会拿下这场决赛。哇！那么孙俊由于这个球啊，就是挑球回的不够厚，那么由于他因为处于在这逆风的情况下，如果把球挑得过高的话，可能这个球就不往前。发球的机会，所以他这个本来就进攻非常凶。13-9。好球！在对拉当中呢，确实来讲，小弟的今天这个步伐移动的非常急。他几乎是每一个球啊，基本上全部是处在到位、非常到位的情况下来击打，所以呢，他这个正手起跳也是非常凶狠，直接就拿个能够压下来。所以说今天他的表现真的没话讲，非常的出色。14-9，小 Peter 他的。作为孙俊来讲呢，今天就是说整个速度上面，相对来讲要慢的很多。可以说积极性不够。这个呢，也就是说跟每一个运动员，就是说他今天具体的这种状态如何啊？那么有的人呢，可能就今天有一些具体问题，或者是怎么样，那么他发挥的水准呢，也就是说欠缺一些。其实呢，也可以说，因为优秀的球员要像到达这种大赛呢。令自己呢这个身体技术呢种种的因素呢调整到这个最佳的状态，可以说也是一门的学问。对，那么小 Peter 作为他今天能够打出这个水平的话，他也不会就是说世界排名第一。对，差一点。今天看见呢，几乎呢，小 Peter 呢，本来在刚才第一局还有第二局呢，到现阶段来说，他失误虽然刚才是出现了好几个失误，但总体来说呢，也不算是太多。小 Peter 认为这个球呢，可能也是有的，已经认为这就是说到了14了，有点着急的要拿下来，所以他这种球按道理来讲都不应该放球。现在是一个对孙俊的机会，因为来讲从心理上面起到一些变化就难以预测。刚才那球应该这个球又是接内的，可以讲比前面这个球。那么也就是说现在来讲，对于小 Peter 来讲，他就是说那个心理上面起的变化是非常大，可能就是说着急的要拿下最后一分，也就是说侥幸的心理，快点出孙俊啊，快点出界，我能够拿到这一分，就这样。对，所以呢他就是拼命的连续放了两个，13-14，差一分。好球。可以说呢，这个时刻的现场每个观众呢都是非常的对
呢是把握住机会，这个球呢是紧紧的压在小 Peter 这边场区内，打倒这一分，14-0。可以讲小 Peter 最后这14-9领先的情况下，有点无心恋战，就是说快一点结束，你最好能够出界。这个假动作确实来讲是很多，哎，世界打非常完全好球啊！那么在多拍的情况下呢，这个小 P 呢做了很多假动作，对。那么石申俊来讲呢，也没有上大受骗，虽然是说身体啊晃来晃，那最后还是利用腿部的力量挣扎出去了，把这个球接起来了。那小 P 呢就感觉好像打得有点着急。这个杀球的要求呢过高，结果呢还是杀下了网。那可以说呢，今天尤其刚才这一球呢，这个变化呢，小 Peter 球的变化的确是非常多。对。但看见了申俊，可以说是打得非常的顽强，好几个逼死的球呢都给他呢，可以说是都给救了回来。那么从现在这个情况来看，小 Peter 呢就是说这个临场经验方面好像还是欠缺一些，特别在14-9领先的情况下，这种情况下就是说我完全是出于莫名其妙的这种棒球。机会半场球，好球，再一次看看孙杰机会，小皮特保守是非常稳固啊。那么孙俊以为这个球可能是出界，哦，那么他就是想在可能是出界了，或者在犹豫当中呢，就回答这个，就回击这个球呢，可能这量是差一些。对。那么小 P 呢，确实来讲，现在是动员了自身的那个跑动的能力啊，那全场在满场跑，那么也确实打得非常辛苦。那么也有就是你在领先的时候啊，就由于这个一念之差，就是说，往往就是说，失去很多机会，或者被对方赶上了。对。那其实在这最后阶段呢，可以说双方是达到了这最高水平的技术。现在来讲，孙俊的速度确实也加得非常快，他进攻也是啊，非常就说有危险。对，现在他的气势也已经打出来了，你看看他能否把握这个时机，加分后暂时1-0领先。哇！只剩下两分，孙俊，啊，那边听这边，虽然说呢，小 Peter 这边呢是处于顺风，但今天呢他在这个风向掌握方面的确是非常好，确实。这球是重发。那由于申俊还没有准备，小皮特已经发球。0-1。啊！小皮特呢，就是还是这种心理，尽快的让他出界。实际上这个球呢，申俊实际上回的质量并不是很好。对。因为是很半场，很半场。那么只不过是边线的比较边线一些。那么小皮特还是认为他可能是出界。特别是孙军这个头顶杀对角，现在这个威力，实际上从前面两局里面几乎没有什么球打出来，那么现在这个球呢也打出来了。那可以说呢，本来在第一局还有第二局的上半段呢，小 Peter 都没有什么机会让孙军有这种机会。对。那么在前面呢，由于小 Peter 整体的这个速度上面要比孙俊要快，所以呢，孙俊几乎处于这种是被动的应付的这么一个情况。出界。现在来讲，小 Peter 还有这个失误啊，各方面也是多。那么
那确实来讲，从14-9这么个领先状况下，就是说被对方赶成就是说加分以后啊，就球就不太好打，因为对对方来讲就是说对这个郑钧以为是出界了，这个球对，结果这个球呢杀的确实点非常到位，他也是感到非常意外。再看一下刚才这个球的慢镜头啊，刚好在线上，对，压线。那么在由于领先的情况下，如果被对方赶上，那么这个心理上面好像感觉总是很别扭，所以呢就是往往就影响了很多这个小皮的还是更太多的就是说放这个啊，也是好球再一次的机会，第三次的局点，孙俊能否拿下这一分。这球呢，看见小 Peter 已经是早有准备。对，那么上去复也是非常坚决。对。0-2。那么现在来讲，孙俊的速度确实加得非常快，那么前场也是压得很。刚才的回球呢，小 Peter 这个挑球的弧线也是没掌握好，出了界。第四次的局点，孙俊。还是通过一个大力的扣杀以后跟进往前的扑球，小 Peter 这一次夺回了8球权。那么可以讲，在加分以后啊，这个换发球的来回次数已经很多了。那作为小皮特来讲，好像总是处在于比较着急这么一个状态下。第五次的局点，哇，好球！还是压线。确实来讲，小皮特这个球啊是非常凶。对，而且可以说也是胆色过人，看他的球的要求非常高。非常的接近这边线的位置。那如果是作为15-9这种情况下，如果按照这种状态去进行的话，那很有可能他已经拿下了这个。对。哇！现在来讲呢，他反而就是说有点好像缓过劲来了。对。1-2，一分的差距。根据能否抵住小皮特这一点的强攻，哇，好球啊！快速的来回。现在来讲，孙俊速度也是加得非常快。漂亮的球！一个假动作的放网，好球！刚才的往前的回球呢，可以说一个重大的转机。那么来讲，这由于这个在快速的当中，你一个假动作的话，确实这个起的作用是非常大的。对。那么小 P 的这整个重心往后移动的情况下，突然又要往回走，那么他的回球的质量也要差一些，对孙俊呢抓住了这么一个进攻的机会。好，一个双脚起跳。看看再一次的机会，孙俊。这个球呢，的确呢，这个时机转换得非常的及时，让孙俊一次的突击成功。那么现在来讲，作为孙俊来讲是越打越勇。能否拿下这一分？孙俊第六次的局点。这个球呢，还是发的不够深，不够底线。那么确实，小 P 的这个人比较高啊，他这个起跳这个正手杀下来这个度啊非常深。那么就像吊球的这种，就是说角度来讲。1-2。哎呦，这个球回的质量是差了一些，过渡球呢就是没有过渡好，现在是到了这个2-2。
现在反而是小 Peter 他的赛末点。小 Peter 就是这个回球和这个半场啊，申俊像这种球他抓的是非常好非常好。再看一下按错往前这个球呢，小 Peter 回球不过质量，申俊也是抓住了这一次进攻的机会。现在可以讲是到了非常关键的这个一刻，能否拿下这一分呢？申俊第七次的那个局点，质量是非常高。而看见小 Peter 呢，可以说的确是非常的顽强。看又一次的扣杀，而且呢，这球呢还是非常的边线。基本上是对着这个线在杀球。小 Peter 是第四次的射门。出界可惜。这个球小 Peter 发短球的时候，孙俊啊一个护球力量过大了一些。所以呢，结果这个球啊底线出界。那最终小 Peter 在今天这一场球赛呢是2-0的局数，记在中国的孙俊为丹麦队取得第一分。那么在这一场球里面呢，可以讲小 Peter 发挥的水平啊非常高，那么基本上就是能够把自己的水平打出来。那么作为那个孙俊来讲呢，好像今天从这速度上面加不起来，所以呢就是说整个基本上小 Peter 是压着孙俊在打。那么孙俊呢，所以呢由于速度不够，失误也是比较多，那么整个球呢也是没有打。那么从这个第二局的情况来讲呢，小 Peter 呢就是说从小 Peter 那整个打的啊，那刚才呢这一访问呢，小 Peter 也可以说呢他自己呢表示刚才这一场球赛呢自己呢可以说也是发挥相当的理想，而孙俊也是表现得相当的好。那最终呢小 Peter 也是成功的。